没有，没有那个就完了，没有龙王就完了，大虫子龙王，拿个这个。什么东西啊，大哥？还行吧，没把 buff 给那个踩一脚。这人没有两星戴莱文就去世了。哇，再来两星德莱文了。快舒服了，还没真舒服，这真的来了两星龙王我才能舒服。龙王是喷最远处的人，那肯定是赵本山老师的。我如果这三个能上两星，我就糊了。恶魔是强，这龙王好香啊，我日你个妈耶，这么香的龙王，哭唧唧，哭哭哭哭哭唧唧。要攒钱了，
死哥，哎，这死哥和龙王有点尴尬。其实两星的龙王还是比两星的死哥要好，但是一星的龙王有点坑，有点拉闸。龙王不舍得换啊，这装备不敢卖的。这龙王打着金克斯什么的，打金克斯呀，大哥。不，我要上两星金克斯的这盘。这暗影绝了，这暗影的我不是，我龙王虽然被暗影了，但是其实无所谓的，龙王被暗影无所谓，问题是我龙王上不了三星，这很炸啊，上不了两星，这很炸。我接下来要开个金克斯上去，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能不能赶紧上两星啊？这龙王、金克斯，我的主力输出这个，知道吧？顶上去了，我得顶上去。龙王不到两星真的很难受，可以啊，飓风加上红 buff 了，我的金克斯龙王，28+16正好，28+16正好46吧？哦，不对，28+16得44。我他妈卖了！我接下来金克斯龙王都可以，哎，算了，不要龙王了，来两个死哥好不好？哦，我这个装备还挺舒服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盘没赌，装备太差了，赌不掉。
那个歌是那个赵本山老师的《鬼畜》。小小少年，我滚你妈！这是什么？复活假乌鸦，我！哇哦！复活假乌鸦，我的妈耶！哎呀，你看看谁来了！我来一个金克斯。金克斯。金克。我操！这么多龙啊！对计划天哎，兄弟，你这有死哥的死了，接下来我的死哥是不是来了？想个鸡儿，他上个死。上个锤子三星，等我死哥来了，我就把他卖了。你怎么找不来这么多金克斯？死哥，我这盘运气血妈差，我这个卡萨丁才是一级的。我这卡萨丁才一星，运气好差哟。哎呀，我这盘运气血妈差，死哥这么半天都没到两星。真的有点差，我这盘如果死个到两星就吃鸡了。我有没有开竞猜啊？哦，我没开竞猜，不开竞猜往往好多打的就不错。死哥，感觉没有人打得过我。
我辛克斯神装，龙王半神装，我都想把胃给卖了，把那个复活甲给大虫子了，我再来胃就买了，然后把胃卖了。我存什么钱啊？这个人坚持不到我存钱的，他马上死了，他马上就去世了。晚上去世了，破费。嘣！